佩云，请问你水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下雨就有水了吗？云轩，请问你水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水龙头里面来的吗？吴宗奇，请问你水从哪里来的？我知道，水从水塔里面来的啊。陈老师，请问你水从哪里来的？水啊，从水库来的啊。哦，了解了。这是我们美丽的中港溪，水从山上流到这里，再流到永和山水库。自来水公司把水库的水过滤消毒之后，经过水管流到我们家，让我们一开水龙头就有干净方便的水可以用。大家可不要以为水很多就浪费水哦。事实上，因为台湾山坡很陡，台风季时雨下很大，大部分的雨水都流到大海中。另外，因为台湾雨量分布的非常不均匀，所以台湾很容易就陷入缺水危机。